宝贝就在后座，把我拉进你的怀里，我知道你挡不住，你刚刚是不是唱错？还脏脏的，那边洗砖拿来，赶快去洗一洗啊！如果很脏的话，一点没有经验，一个经验，如果晚上还是帮你们老师看看我们班上可能没有其他人。先来的，是最近比较好招一点，最近有一些家长像你们，没事。挑眉要挑眉。Thank you.